起脚射门，进步二高。谢谢。那现在请戴琳宣布得奖的是，得奖的是子贤。然后我想跟黄队的各务校台说，等你哦。很高兴，就是有这个机会，尤其是在足球这个项目，因为足球是我从小时候就很喜欢的运动。好，上半场八分钟比赛开始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在中场啊，双方啊争抢球相当的剧烈，子贤在后面控球。对，子贤是蓝队里面最有踢球经验的，因为他从国小踢到国中。好，在左边路。来踢再传回给子贤，找空档出手，就是小爆哎，哇，小爆挡男生子贤，王杰王杰，这个拦截，上去断球，掌握了球权，哇，这边掉球了，子贤再传给德德，中间没有人，边线来去做进攻吗？再传回到中间，人，哇，手球吗？手球，好球，人。直接丢球，红队也换人了。准备准备位置。这个位置，人墙是挡在那边了，这直接射门有机会吗？给小球，在禁区啊，罚球区。这个想法很好，这想法很好。对，下门的小球，底线一个转球，哇，过两个，没线，对，没线，门前。我这边当然要请大来宾素馨来聊一下刚刚的那个，但是子贤过两个人是很帅啦，但是呢，他球还是被抄走了，裁判也没有吹犯规。哦，这时候是一个漂亮的过人。子贤其实他停球的步伐是非常的漂亮的，那就看队友能跟得上。哇，这个机会，结果起脚出界，后面往后走。跑到了对角，陈宇的脚下，李晨曦要起脚吗？哎呦！上半场时间到，红队啊是一球领先，1-0，一球领先蓝队。好，下半场的比赛开始。红队在场上的女生是陈茵，蓝队是陈宇。对，下半场的双方是互换球门啊，换边进攻。哦呦，这边一箭穿心。哦呦，子贤真的会踢耶。嗯，再来，从小练到国中，不是开玩笑。哦呦，陈宇想要去断球，没有成功，现在断过来了，有传导机会，起脚，起脚，高，好险。钱姐在场边也是一刻都没有闲下来，不断在指导场上蓝队的选手。哎呦！钱把他拦下来之后呢，放过了于晨曦之后，自己再继续往前。裁判没有吹，比赛继续。哇！你看两个人又是夹他，等于三个人在伺候他。哎，没有，之前是无处不在。他要踢后场，又要踢前场。哦，过了 ，Lucky 被抄走，被断掉，前面有没有单刀的机会？这汉字的声响非常的激烈。哇，是吹了，汉字对犯规啊！汉字下，汉字犯规，这个直接自由球的位置其实很近的，大概是6.5公尺哎，那条黑色线就是我们所谓的罚球区禁区是6公尺，哎呦，这可以直接射门哦。子贤来操刀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起脚射门，进攻，子贤，蓝队2-1，要急，起脚射门，进攻。
穿越了，他们双腿之间火车过山洞。哇，蓝队三点一领先两球了。比赛剩下最后的一分零四秒。其实只要。蓝队控球在脚下，黄队叶慈韵脚后跟把球给救回来，剩下最后的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比赛时间终了。交比赛最后的结果，蓝队是3-2拿下了文字足球赛的胜利。那现在请带兵宣布得奖的是。得奖的是子贤，哎呀，发表一下得奖感言哦。其实今天射箭因为我没有上，但其实我觉得我射比加油好一点。企图心很棒，对，同学在我旁边说，他以为我会上场，那你就我们两个坐冷板凳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全部都发挥在五人制足球上，对。然后我想跟黄队的各务校太说，等你哦。好，令人期待足球的对决。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会得 MVP， 因为毕竟我射箭没有上。然后拔河也是最轻的那个，我说男生里面最轻的那个，所以就感觉没什么贡献这样。但是可能足球的表现好一点点 ，Lucky 一走出去，因为他有入围嘛，他感觉已经在想台词了，没有没有啊，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蛮惊讶，但是很高兴，就是有这个机会，尤其是在足球这个项目，因为足球是我从小时候就很喜欢的运动。